由桃园复兴区耆老领唱，将小米糕及野肉等祭品挂上树，象征为即将到来新的一年祈福。2017桃园复兴区跨年晚会暨泰雅族岁末感恩活动，12月31号在罗浮国小举行，一早就有许多传统竞赛接连登场。一鼓作气将沙包扛回起点，交接给队友。复兴区各里都派员参加，展现团队默契。不简单，然后又很累。哦，开心啊！为什么？第一名有奖金。不少小朋友全力以赴参加负重接力比赛，而部落长辈们也没有缺席这场跨年盛事，现场带来将近7分钟舞蹈表演。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参加过比赛，因为这些都不需要道具的，因为道具太麻烦了，所以我们还是选这个舞曲来跳。早上的10点是我们的岁末感恩，早上一定要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。哦，当然系列的活动很多哈，也有传统的技艺，也有传统的射箭，也有很多很多我们泰雅族的这种运动都牵涉在里面哈，非常的丰富哈。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前来共襄盛举，复兴区长曾志湘希望借由不停歇的比赛及表演活动，陪伴民众迎接崭新的2017年。记者朱古盖里迪陆陆桃园复兴采访报道。